大甜甜。要问性的还是得。来了，你好，你好，周凯，这是凯哥啊，我今天有两个。来来来，欢迎聊，欢迎聊，我们太幸运了，一下迎来了两位，我真是高兴死了。就先跟大家，你跟凯说一下，就是我跟甜甜是大学同学。他刚刚才知道，然后他刚刚问，你们从大学毕业了以后很多年，又重逢，什么心情？他大约是不知道我们的一些背景故事，我们是天天混在一起的那种关系。去年了，今年变了，怎么样？今天你这个妆容有点精致啊。跟昨天不一样，昨天他在化妆间。我昨天突然一看他了，然后就感觉他跟昨天那个妆比较素一点，今天这个拍。今天一会儿要拍一个特别，喜庆的戏。对，也很怕我这个时代的朋友，说句实话了，不小心又把今天要白啥给说。我们根本都不聊天，就昨天跟二哥老多了。昨天二哥他跟我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熟啊，而且是甜甜一直跟我发你，所以说我见到你也不陌生了，所以就是可能就放松一点。你看看，多会说话。没有，甜甜朋友嘛。对，我跟你们俩怎么俩关系？好嘞。没有任何包裹啊，就是怎么着也是探班，这个是甜甜的啊，谢谢，这个、是没有任何包裹，不是有什么植入啊，好，对，这个也没有，就这个是柠檬水，我先买过了一个小饼干，你们如果想吃的话可以吃一点啊，谢谢，我凯哥，今天都是咱们凯哥，你知道刚才，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就是可能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可能会单独过来，然后我还想给你垫个魔术呢。你有过密码？我给你发信息了，你怎么没看到？没有，因为刚才我们提前就是先过来，然后从那边走过来，唠了半天了，他唠干了，你终于来了，把雨水都唠干了。你要看吗？魔术，我想看。新的。哎，刚才有个弹幕，就是有个腾讯视频的网友还问，说这个是不是昨天准备的？那我刚问了，不是，这肯定不会。新的。哦，昨天我特别逗。就是我，你说那个凯凯有特别多，就是不为人知或者让你特别惊讶的技能，比如说打水漂。然后昨天在直播过程中，我又看到一个新的，他太牛了，他那个坚果都老高了，接中了。快再表演一个！哎，你这个是怎么来一次？来来，哇，这么大！这哇！哇这时候一定要打一个那个字幕，请勿模仿，是危险动作。完了，不杀开了。那我奖励你一下，我给你表演魔术，然后放前面来配合。啊，让我配合。我今天穿的呀，他们告诉我好冷，我穿了秋衣秋裤，天快热死了。有点雍容华贵。有点雍容华贵了。你看啊，里边有人扯，我咬上了。我咬上了。假装咬上了。咱们学表演的。学表演的啊，咬住了，咬住了，里边震一下。我说三二一，然后你就松开，你别说话，不要说。三二一，松。他打了我一拳。Sorry， 我给你跪一下。不是，这是几个意思？跪了，跪了。因为松绳了呀，就是因为是你，我不太敢下狠手。哦，我懂了，一般人就是跪一下，因为等一会儿直播完了，咱们互相来一下，来一个最狠的。我给你试试吧。那我说了，哎，要不然我先讲吧。没有，刚才讲的是我先教，就是我先给甜甜表演一遍，等你来的时候，然后让他演。就我打一遍呗。你干嘛？你试一下吗？你来一遍，跟我们一样。不是，一会儿我们拍戏要且打呢。真的假的？对。今天是要狂打。我听甜甜说，就是你们甜甜拍摄还挺辛苦的。你前两天跟我说，冰岛差点。对，我前两天是有点。药物扛过了。对。那今天精神挺好，一看睡足了。昨天看见我都觉得我没睡足，对，今天还行。是啊，状态特别好。因为今天要全力以赴。后面的戏份。要那个火力全开。对。你知道特别逗，我因为我对卡牌不太熟悉，这是我第一次见，在戏里面我没有对手戏啊。然后我之前一直。就是我对凯凯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他是那种特别高冷的相处。就是我是对他。那以前还有人说我高冷。呵，就是我之前跟咱们剧组的工作人员还说，我说前面性格真的是大家对他的误解太大了。我怎么可能高冷？对，然后我说他今天就唠嗑，
有点尴尬嘛，我就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然后我说我去搜什么，然后搜我说那个徐凯出圈，因为我觉得就是艺人在出圈这种活动中会比较真实的瞬间能展现出来。你知道搜的结果是啥吗？就是全是打水漂吗？那可能是另一个。哎，我知道。也是说，我们凯凯是靠颜值出的圈儿。就是虽然说我非常想反驳，但是今天就我看到徐凯之后，就是觉得怎么会有能长得跟你一样好看的人呢？比我好看，比我好看。真的，徐凯真的是长得非常帅。你说两句吧。啊？你给你自己那个。我吓死了，我以为是别的人。没有，没有，我不会乱说话，很好。对，凯哥是颜值与实力并存。你也在同时夸我的感觉，因为他平时也老跟我聊凯哥。然后呢，昨天我看你直播的时候，他有凯哥，我说我朋友干嘛 cue 我？你今天这是啥呀？是瓜吗？今天这是一个。这我不是我该去个直播，打描述吗？就咱们这个现在这个直播的这个尺度，他们总 cue 我，这个不让讲，那个不让讲，所以没事，我觉得你一旦讲了，外面会有各种。对，这种手段。这个就是一个花嘛，挺喜庆的，挺喜庆的一个戏份。嗯，没事，我刚才问的是你不是你下场呀？不怕，都是自己要干嘛？你明白吗？不怕，不怕。哎，你说，就是下这么大雨，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就有一年，你记不记得你生日？嗯。然后，北京发了大水。哎，你知道我们做过一件特别疯狂的事情，就北京有一年下大雨发大水，然后刚好赶上生日，就是我们提前还没有下大雨的时候。嗯，他就带着我们一群好朋友去了三亚，记不记得？这聊远了，聊远了。对，但是我过生日总是赶上那个雨季，我对跟他们都说。对，人太那么水灵嘛，是不是啊？补水补多了，补水补多了。好，对了，好，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特别糟，我发现了，就是因为我睡眠不太好，嗯，然后尤其就是剧组到剧组一换那个地方，我就对那个噪音什么特别敏感。然后前段时间发现这个有一个神器啊，它是一个耳塞，就之前那个耳塞都是那种有点脏啊，就我戴它什么样，它是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像棉花塞一样的，啊，这个是硅胶的，特别好玩，就长半天。你想让我戴上吗？我本来不是，你知道我本来想说，因为我知道你睡眠不会太好，然后给他买，后来戴了有一个月之后，然后昨天晚上我去买了这个，那是什么？消炎药。我三天基本上每晚都反发炎了，我就没敢给你买。所以就是现在我说剧组那么热，你有什么二位有什么就是防晒啊，或者说要安利的剧组小？你是想让我说一个，然后我戴了一个月也发炎了什么的？小神器。或者说就是你防晒的高招，因为虽然下雨嘛，横店天就这样，就是下雨突然天晴了，大太阳下了，那可能就是防晒要做一下。你看二位的皮肤，妈呀！防暑吧，就是，哎，有带我的小冰扇吗？不用拿出来了，只要有我们看一下嘛，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别想展示。刚好我也热了，我穿了秋裤，秋天好热。好意思说他热了，你们没给我备衣服，那我穿什么？凯凯，说实话，你这个浴袍感觉挺暖和的。是暖和，这腿有点冷。你刚宣传他们都没拍到，你看人家。妈呀！哎。徐凯要给大家展示美腿了，哇、哦！福利，来福利发一波。下面，冻死了。你那个标高一点才叫福利。但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太好看了，就真的是完全一点那种，长这么好看，给我们下包。棒！他真的是。你们粉的有道理，腾讯视频的网友们，你们粉的棒，粉了两位好艺人。对，然后如果说到防暑，就这个小风扇算是人手一个，就是热的时候吹一下，但我发现你好像有很多这种小东西。啊，是女孩嘛，喜欢。之前跟你在里面一块儿，我拍那期咱们在的时候，就你还送给我两个，我心想你到底多少？我有很多。这是你想颜色吗？秋天颜色。有送给凯凯吗？我有，我也挺多的。你也挺多的。因为它是不耐用，很容易没电，没电就要换下一个。好，说实话，我今天是同时第一次看你俩，就是真的这样直接看见。说实话，我觉得 CP 感还蛮强的，真的，就是俩人眼睛都那么大，他都长那么好看，他人都那么好。我
我夸的对吗？我看了弹幕，我夸的对不对？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谢谢。哎，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崔玲这个角色，我觉得挺适合你。你知道为啥？你全看了吗？我看了，反正你的部分我看了一些。啊、就是怎么说，就是甜甜，我对甜甜的标签其中有两个字是侠女，就是真的，我觉得你还挺有那种行侠仗义的那种范儿了啊、嗯。所以说就是就看到这个和将军两个字特别对。对，这个角色也是还挺飒的，是，就是会挺酷。所以说，就是我对你们这个，你俩的这个设定，感觉还挺感兴趣的。就是你想，一般就是传统中大家对于剧的这种男女主的爱情像，都可能是什么王子、公主，然后霸道总裁、邻家小妹，两个将军谈恋爱。对，打来打去，一会儿还得开打戏，是吗？我听说你们有特别多骑马的戏，应该说是，不，你前段时间是有马上有什么意外的，有受伤？是。啊啊，啊对了，没事没事。哦，前段时间真的。对，那个凯哥前段时间骑马还从不小心那个摔了一下啊，他。开心的，他今天跟我手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心的跳河机，我不闹这圈儿。反正他就特别厉害，就他在我心目中就是武术指导老师一样。对，我说他打戏特别特别厉害。今天对凯凯评价是挺高的，但昨天就是你说，就是凯凯说演技属于天赋型的，我这个觉得我还挺认可的。因为之前我看那个看过好多你说古装太多了，我真的就是。我其实至少我都没有对你说古装太不透的印象啊、嗯、但是哦，前段时间我看你微博了，然后我看你微博，因为你发了几张自拍照，说剪头发了，对对对，剪了板寸。为啥？太热了，突然有一天就是想剪头了，然后之前一直没时间，然后就那个配乐后天拉着我找了一个发店就可以了。满意吗？我本来要全腿，你要剪什么？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短的那种，特别短，凉快。然后呢，那个理发师傅不让，为啥？他说我要推你，不让我推。他说那个别这么弄，就是大概意思是说，哎呀，太这个更适合你。我说我不要适合，我要凉快一点。就是因为我跟他一起拍，我就觉得，因为你很了解我。对。我们这么多年的同学朋友了，但是就是我想跟你说，就他生活中真的跟我就很像，就是我们也是这种，怎么讲，就比如说我们去直播啊或干啥，肯定就不会说人家，就他们会打印一后台台本什么让我们看一下什么，就我跟他很像，就都是不会看那种，然后一上来呢也是就有啥说啥，但是让四周的这个工作人员都有点慌恐，因为昨天看一下直播，就我感觉凯跟你真的是一样的，对，他也特别特别真实、嗯、还有一件事儿，就之前我们那个制片人我们聊天，他说那个，就我问，因为我说甜甜我特别了解，但凯凯我说我比较陌生一点，我说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然后制片人跟我说一件事情，他说就是在一次那个拍摄现场有休息的地方，然后说那个凯凯好像在换衣服还是干嘛，然后他对面坐有男演员，然后他又拿那个，他那个工作人员就拿伞去挡了一下，但那个伞那个、正好对着那个演员，就凯凯马上就制止，就说、不要这样对着、然后工作人员说但是我们就要穿衣服，说那也不要对着。我觉得这个，你让当时感觉我就是特别温暖，而且这个是完全是你也会做的事情，这同频特别大。又过年了，而且就是他也是特别真诚，然后刚你说那点也是没有包袱，对，他真的是我见过的，我感觉是，哇，就是非常 top 级别的没有包袱的，就简直非常非常的随性，一直在吃东西，完全不像一个偶像，太饿了，他完全就是非常非常接地气，然后我们。还是要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还好，不会让你会尴尬，就很简单，就是先让
凯凯来看我们的外面的泳衣吧，然后你来决定前天要不要做这件事，或者要不要回答这个问题。OK 吧，来，不能让你看，我得想一下。不能让我看，对，我是真没看。凯凯，你先看一眼，然后你来决定前天要不要做啊，然后我会一会儿展示给那个网友们。做吧，做。OK OK， 给网友们看一下。OK 吧，能看清楚了吧？没事吧？没事，待会儿就重复。然后凯凯你来决定，今天要做。做不让，不让。那我念出来啊。不让。啊？不要让凯凯看。哦。不要让他盲选。就直接要盲选啊 ？Sorry， 我意会错了意思啊。行。那凯凯你看。那下一个呗，他都看，他都看了，你就下一个。所以我忘了，我看一下。不行，那不行。那这个不让要、就是、行使一下朋友的特权。对。哦，是我做。哦，不是。然后下一个该。就是、你刚看了，但是你不能看。对，就是那个，我们就 pass 掉啊。然后下一个是甜甜来。啊，到我了。我来问你，你要不要做？你问问我你自己要不要做？还 是,、哦、还是问徐凯 ，sorry。抱个歉，我没有熟悉流程。来，凯凯，就是下个我不让你看，然后你决定甜甜要不要做。哦，好，要还是不要？就不用看了，你自己忙，就是忙定。您说的我都紧张，我都这个，我都心跳。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就是考。其实没有，放心好了，绝对会保证你的安全，做你的好朋友。我的安全，这个肯定很安全。下一个吧，这个 不要啊，来做吧。你确定要还是不要？要，要是吗？好。三个词，夸夸李密。啊，原来是这样啊。三个词。田老师来说不简单了。开始你的表演。能挑一车是吗？开始你的表演吧。从一车里边挑仨吗？对，你看拍一下他的表情。夸夸李密。李密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善良。笑什么？讲一些有深度的。有深度的。善良没有深度吗？妈呀，哎，第一次发现就是被人夸还要挑词儿的。凯凯太皮了。嗯，还有特别勇猛。勇猛。就是打仗那些吗？当然了。然后呢？还有特别会撩。真的假的？对。就是李密啊。对。嗯，就是这三点跟。特别会招女孩喜欢。就是这三点：善良、勇猛、会撩。会撩。跟现实中的凯凯像。一模一样吧。妈呀！好，下一个我们继续。你说甜甜这个要不要做？怎么还是我？是吧？应该先是凯凯，完了之后再是甜甜吧？啊，对，一人五个好像。做是吧？哦，这个谁在片场中最爱自拍？啊 ？Sorry， 是这个是要先看一眼是吗？对吧 ？Sorry， 我这个主持人太不敬业了，太不优秀了。谁在片场最爱自拍？好像我们两个都没拍过。其他人吗？其他人，你有看到谁在自拍吗？裴元吧。还是有的吧。装可爱的自拍，就是 Q 所有在那，就是 Q 所有没来的人，是吧？他就在那老自拍。行，这个对，这样过了。桃子，对，我们俩就把身边人都 Q 一遍。好，哦，这个应该是还是要问问凯凯要不要，但是问题是甜甜来的还是凯凯来的？甜甜来的 ，OK， 看问题啊。凯凯，你说甜甜要不要？要，他们肯定算是要。行吧，说出崔林的三个特点。崔林的三个特点，崔林的三个特点，善良，勇猛，不会撩。崔林会撩吗？崔林，我想想，这跟李密没法比。崔林再设一个吧，
就很放机智，机智，嗯，就是有勇有谋呗、啊。对对对，还比较聪明，总是能有各种小主意什么的。天天因为带领大家打仗，也肯定不能没有脑子嘛。对对对，这事儿确实是。林毅跟崔林两个人都是脑子超级厉害的。对。那你们有做过比较吗？就是谁的战略意识更强一点？只能做比较吗？在旁边，他在我旁边就已经做好了小个头兵。他说我是小个头兵，因为我在戏里面常常穿那个特别英姿飒。不行，看看你后道。小怪都有大志。妈呀，你不能这么说我朋友。他说我小块头有大志。不是，是这样的，有一次呢，因为我在戏里面总穿一些特别英姿飒爽的盔甲，有的时候还就是装作又很英勇，而且我还穿那个男生那个，就是比如说柳成风那个盔甲啊，就一模一样的小一号的那种。然后有一次站到那边，然后他就说我小个头重吗？盔甲是挺重的，尤其对于我们这种个头来讲，我们个头挺高的。我一直觉得田是个子非常高的女孩，大个儿哈，大长腿。他们的盔甲跟我们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就我们的盔甲穿起来特别魁梧，特别大。然后我们对戏的时候，站在我旁边这么小一起，我们这么快。对，她是女生嘛。然后他就从气势上要把我压倒。行。我觉得这事儿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认。尤其是每一次我跟他一起拍的时候，因为凯哥身高实在是太高了，我总要穿一个那个增高的鞋去稍微。我如果不穿增高鞋，我们俩在那，尤其有一我们俩经常在那对峙哈，那个戏就他直接这样，我就仰视他，然后他就这样俯视我。那你说这两个怎么演嘛？就是我就这样看着他，就完全就输了。然后总要穿个增高鞋，但那天我们在山路上拍，路特别不稳，我就说今天我就试一下，我就不穿那个增高的，我就穿平底。结果五条都没过去，因为他们都在笑，除了他，然后东信也在笑，他们全在笑，他们就觉得我那个还在那边说特别狠的话，但其实在他们看来，这样子看着我说特别狠的话。对。哎，凯，那就是我这么看着他，这种对峙你们是有很多次，嗯。但有没有哪一次就是我们甜甜是让你觉得真的说感觉气势上来了？嗯，小块头，他老给我夸你，有你看气势上来的戏啊，有挺多的。你在上来啥呀？最后都被你 KO 了。行，我发现你俩实在人啊，就是。一会儿就全给说出来，我们先停下一个问题。KO 是什么？伤心了。完了，我又把剧情说出来了。没事儿，然后现在该他了。该他了。对、啊，就我觉得根本就不用问要不要，就要啊，什么要不要？好，来，给大家看一眼。好，那直接就让他来吧。这个我如果是我选，我是五个都是要做。这我根本不用问，我就了解你了。太了解我了。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心中的崔林。善良。四个字。善良啊。勇猛。然后你说一些美的不可方物。妈呀，不可方物。过年了，过年了，过年了。特别机智，警醒。警醒，特别有警惕。然后呢，也是挺很有格局，很有大义，很有远见。哇，你是说，那凯哥说太有深度了，妈呀，怪不得他刚 Q 我，让我说他有深度的。还是善良，好，认同啊，我也认同。过年了，简直了。下一个，来，看清楚了啊！说出谁是剧组中的吃货。陈老师，我们俩都特别的，是这样的，我们其实都很爱吃，但是我们制片人每天就看着我们不让我们吃，说我们一吃脸就圆了。说我们吃多了就容易没有那个轮廓感。
对，所以我现在就控制自己。凯，你是很饿吗？真的很饿啊。这今天拍的那个戏重，明白。你说平时拍戏大家这么辛苦，能不饿吗？能不馋吗？是。但是呢，就是为了上镜要瘦一些，就总是虐待自己的胃。嗯，没事，杀青了可以吃。可以，约你杀青饭，好好吃一顿。嗯，下一个，大家给来看一眼。OK 了吗？嗯，对着直播的观众说三句土味情话。哇，这个好难。哦，你不会这个？我还以为你很擅长呢。你说的不是土味，是洋气味。你可以说洋味，洋味情话也行。这不是有？但是这个要跟凯凯补充一下，我觉得这种就是凯凯是那种眼睛会发光的男生，就感觉他不用说啥，就随便丢个眼神过去啊，什么五句啊，十五句就出来了。你累不累？哎，要不你给大家做一个。你跟那个网友们说。对啊，他们不土味情话是要回答对方的。那我配合你。行，那今天你帮他来。你累吗？我不累。你怎么会不累呢？你这么脑袋，脑袋，你这我脑海里。在你脑袋里怎么了？你这脑海里都转了一天，怎么会不累？还有吗？还有我看一下。哇，好激动啊。哇，这个真讲不出口，这种话会死掉的。今天吃了一个好爱你的吃的。哎呦我。这种。哎，你再说一个，我想咳嗽一下，我马上回来。好，你去。你猜现在几点了？他们肯定都知道，因为这个比较老了，是我们幸福的起点。但说实话啊，就是你说这种话，我还觉得就啊，不是特别。讲完了。嗯、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一会儿你俩还有非常重的拍摄任务，嗯、所以就是我们让甜甜回来啊。今天我们的哎，不好意思啊，我喝了口水，你是呛到战术咳嗽是吗？不是，我没有生病，我身体可好了。好，没关系，没关系，特别棒。然后我们今天就让一会儿你们去准备一下，后边还有非常重的拍摄任务。啊、哦，我有口说后面会非常，后面有很多嘉宾。好 ，OK， 就这个，你们来帮我们做一下案例。嗯。Hello，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然后记得订阅乐游园的账号。开播呢会有通知的，还有很多惊喜福利等着你。好，比如说看我们吃啊什么的。感谢我们凯凯，感谢我们甜甜，谢谢，非常感谢，两位辛苦，两位辛苦，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总是过得太快了，总是过得太快。